Hello 的各位观众好啊，今天来玩压力啊，布拉布拉斯斯啊，在这之前啊，主播开场，别吵，主播之前，之前呢已经玩了几部分了、啊，几部分体验了一些内容。我们对，类似。哎，这里可以跑酷哎！你这爬那么高干什么？又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找一个地方。我们一开始的场景是搭乘个游艇、潜艇对不对？这麦克风我开的，上次拍没有开麦克风，太糗了。哦，这边我们依然可以像多尔斯一样之前购置一些物品，但我当然而且大概有了，我直接跳过啊，直接都来到这个地方。这地方呢是一个，是一个类似。刚刚英文突然关了，吓死我！这个地方是一个类似。先，你不要打断我说话好吗？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我们去了一个水下基地。我们要寻找水晶，要是他拿到了，来，玩法跟斗士差不多，但是他钥匙，但是就是一些怪物有不一样，像这个文件啊，就是钱哦，挺难。看 USB 也是钱，确实。那我们前期呢？很简单，直接不捡钱。看到这个一样是有rush，奇怪，掉了。还有灯，手电筒。捡。这里有门没有门。密道。两个里不是有一个？走这里才对了，这里才是。别闪灯，闪灯就可以了。我拿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什么？我看，给我看。巧克力。进去啊！巧克力。不是啊，这哪是巧克力？上面有一个蒙面。被堵了。闪灯了，回去。我没地方躲啊！这也是哇，不躲衣柜是不是太强了？还可以哦，十字路口可以这么玩是吧？哇，那好玩啊！可以拿手电筒。为什么每一个肺部都有它的？我获得徽章。对，肺部。他说肺部是翻译好不好？要不要灯？哦，你别小心。有没有灯？好像不用。确实。要钥匙卡。这么黑还要找钥匙卡是不是？闪光的东西。什么闪光东西？把闪光东西。那有用。按 G 掉落。G 掉落。闪光塔。闪光塔。是吗？不知道，闪光灯。我们可以找钥匙卡，是不是？你去哪？怎么没有钥匙卡呢？你这什么时候亮红灯了？这可以开起来。不过这亮红灯有点
诡异恐怖故事灵异事哦，拿到钥匙塔了，但是我们先别走啊，拿到钥匙塔，钥匙塔，那你啊，钥匙卡，钥匙卡，抓他，别走。门嘞？哦，这里，这里，哎，哎呀，迷路了！哦，这里，这里啊，这里。哦，迷路了。嗯。哦，也是出来了。嗯啊，文件，文件。哇，好多文件！哇，好多文件。办公室。哇，太多太多。好，够了。小心。我目前遇到的怪物啊，就钓鱼人眼睛。哎，哦，这里有一个，哎，我要解徽章可以吗？你拉我，这里有一个怪物。啊，这个也是一个衣柜怪了。来，你看啊，好，我们示范给观众看。哇，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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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来的。这个蛮紧张的。啊，闪灯的闪灯。蜡烛蜡烛。闪灯了。快找衣柜。没有。该闪。这个比较慢。嗯？错觉吗？等一下。它这个比较慢。等一下，等一下变得疑神疑鬼的玩恐怖游戏，好像没有哎。没事了。没事。啊，错觉吧。哎。我们还是快点吧，最好跟上。你说。是什么？暗房。钥匙哪拿到？按房。哇，眼睛啊！眼睛，控制住，控制住，不要看他。控制住你的滑鼠 ，OK。救我住！闪到了，快点！小心啊，听声音。来。在拍片，好开麦。对。哇！我出门了。这上面有血。没有没有没有，刚才它还是绿的。亮的。啊！哦。你要吓我吗？我在。这有一个，这一个，这一个，你看，来一个，嗯？啊，没事了。哦，这只能用十六。这怎么都是这种长管道？哇！跟上啊！你还好。哎呦！出来！真吓人！两道门。钥匙卡。什么怪事啊？钥匙卡。你怎么出去了？做的挺有氛围的。
小伤你，你不能。因为你闪，你又。慢慢的，其实你一直靠近他，他有一攻击啊。OK， 没关系。摸索、啊。行。我医疗。鱿鱼。还鱿鱼靠近他会。小心哦，有鱿鱼哦。哦，追追追！你在哪？鱿鱼，我闪灯它不会攻击我。闪灯要，闪灯会吧。它，我不闪，继续 ，go。怎么闪那么久？多好啊！眼睛，大眼睛，绿眼睛。哦，这里是入口，我不能再闪，没电了。什么声音啊？怎么有脚步声啊？是我们吗？啊，确实。哦，一个机房。哇，这水机大哎！哇，这管子我都没玩过，我不知道这要怎么走。这管子，断层，没什么。我冲第一哦，看不见。啊！开什么？这里看不到了。这里，你怎么出去了？啊！哪里啊？哪里？开灯吧。看不见，没看到人啊！调个画质。哎，来跟我，我这不用调，不用调。哦啊！吓死！我走这里啊，有什么？好吧，这里啊，有楼梯，然后什么房子？啊？
水吗？在点珠子吗？开灯吧，我有点怕。这里没有怕死，哎，怕了怕。这里亮多了。那怎么有人啊？哪里？人头？那是石雕。石雕我。哦，石雕我。太恐怖。然后这里又这是什么追逐环节吗？那里有一个大门，还有啊，还有，这要是来那个什么，是，嗯，三了。好，等一下，我找到了，你找到吗？听到就要一定要。他们在前面。应该不是吧？会更暗的。听到心跳声。门，门走这？楼梯。我不想到那个。哎，我们怎么回来了？要号吗？看一下吧，看一下。哦哦，对对对。哦，能量爽多了。刚刚我跑了，刚刚白用手电筒，也不会白用。可以进去。电池。钥匙卡，钥匙卡。我有电池，插个电池。哦，这电池一次能用。电池用完了。啊，我用不了了。而且他好像给不了的。快点找衣柜，找衣柜。找到了，找到了。轻点，轻点。哎，这里是不安全。应该不是，他都给你了，应该是等。哇！哇！我还只有秒。去去去！对对对。哎，我看到那个纸。钥匙卡。哎，钥匙卡呀。对啊，哎，找到找到。哎，怎么有钥匙卡 ？OK。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这是哪儿啊？啊，这里这里这里。这里。看看有没有电池。
需要。我开了。哎，等我，等我。下面有个主播。有绿眼镜，这么暗还有绿眼镜，什么意思？还有鱿鱼。哇，只能硬着头皮走。开灯了，开门了。我按着动作，偏偏因为有人，然后完全没有用。这能剪吗？可以。过桥了。小桥。还没有什么新的怪物。手电筒，耶！五十关最难。哎，我刚才跑过去一个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闪了一个东西过去？应该是那个白色的。出来啊！躲在哪呢？哦，这里有个通风口，哎，我进去吧。哦，这是秘密，我知道，这个是好人。Welcome, welcome. Don't be afraid. I'm not gonna hurt you, despite what you have seen, heard, and or been told. My name is Sebastian, your only servant. If I'm correct, your supervisors have told you to secure loose assets, documents, files, whatever. However, if I can make it worth your while, I'm gonna ask you to cut a deal. You give me any research you might have on you.And I'll give you some of these items I've scavenged. Here, you can just pick it off my tail. These would be far more useful to you compared to some silly data, no? If you don't ask questions, I won't either. You get yours, and I'll get mine. And if you already have anything that might be running low on juice, you can buy batteries from the table next to me.Whenever you want to get going, the key card to the next zone is by the radio. Free of charge, no strings attached. There aren't many of those items left down here. Be careful with it. 你蛇啊，你是蛇跟鲨鱼结合体是不是啊？我刚刚还说会不会点有十面，它有点丑。Hey, key cards on the table. 什么 table？ 桌子怎么了？哦，这个文件啊，他说买啊。Are you stupid or something? 哦，有电池75元。买钱。啊。可惜啊，你看这有电池。我们他说你要买钥匙卡，我们要是。Bye。Bye。不要掰两次。我要去啊，这里没事哈哈，差点就算了。谁呀？鱿鱼就在我后面。呀，你还剩多少钱？我医疗工具我用一下。好，你用吧。幸好我刚刚有买200块的，好有用哦！他回我75滴耶，这么好，可是要200块。啊，不是50块有大魔王吗？啊，这里是潜水魔王吗？我这个进去会不会坏掉？试试看好不好？好的。什么？我镜子怎么弱了一点？跟着绿棒子走。这个管道啊，进来进来，
这水压是不是有点高啊？玻璃都快破了。哎，我快要破了。哦，出来了，出来了。哇！哦，我天上啊，不要撞他，要不然他会没有攻击性的，走了。哦，啊，为什么都没有大魔王？说好的魔王的耶。我是关羽有的。还说在六十吧。他要犹豫了。我也不能撞他。到这里，这里，这里。Hello，Hello。充电。这游戏这么喜欢黑夜的吗？手电筒。加音。啊，好像拿不了。哎哥，它可以帮，哎，可以回电哎。真的吗？我看一下。我用个电脑。哎，你可以弄开过去。哎，真的，真的是哎。啊，还有钥钥匙。啊。啊！你差点去了。鱿鱼，有鱿鱼。我知道了。嗯，怎么进来？鱿鱼，小心！我知道了，没错。无限差。你在哪？怎么亮红灯了？哦，这给我们一种辅助。哦，太久没有找到钥匙卡住了。嗯？哦，吓死我了！啊，找到找到。我然后怎么突然串出去？我看到我们制服。哇哦！包子猴。嗯。包子铺。什么包子铺啊？卖包子的东西。还不错。地铁啊。什么？这是一个核心，是不是？核心下面有一个它有一个嘴巴哎，它好像啊！哦，衣柜怪，衣柜怪，什么衣柜？感觉它挤一看，我觉得这个格局有点奇怪啊。我把这个拿出来。可乐怎么不能拿？哦，闪灯的不是我。完了，这里没有衣柜。哦，有的，有的。出来吧。哇，这个手摇手电筒声音有点吓人。用手摇，然后这个破洞。这是干嘛？这是哦，啊，怎么都没有大魔王啊？不好。我大魔王呢？不好玩啊！偏要大魔王。钥匙卡，拿到是不是？钥匙卡。对呀，我拿的钥匙卡。我想边充电边躲。啊？有两个钥匙卡？哪里的？紫色钥匙卡。好，找到了。
这个紫色代表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啊。嗯。哎呦！试探一下。哦，要来了。这水要准备好的蛋呢。啊！我怎么穿越了？哎，说不定今天会求一回。在干嘛？大丸子。下面有没有地图？我想医疗包啊。医疗包。是吧？啊！我躲这里，躲这里，躲这里。月碧四不香。哦，原来它是直线的。哦、然后这里是让我们躲的。这样会有鱿鱼吗？你看，把门撞开。是我。我都没有到，都弄死了。充电桩，充电桩。钥匙卡。不是吧？马丘比丘。好嘞。但我觉得好像很怪。啊！哦。OK 啊，六十。好像是他把你杀的。对啊，我踩到水我就滑倒了，就被他杀了。我要引他过来。我没有希望，我觉得我没希望。出来啊！有希望。这白色人是谁啊？有点诡异啊！玩不下去了，真的玩不下去了。别踢啊！我玩不下去了。